这是国之腐败，政府之腐败呀！谁？别动！这是被毒死的。你们这群混蛋！ 英灵们，送行。 09号娟子，昨天在毕业考试科目时与他的敌人同归于尽了。06号段小叶身负重伤，不治身亡，死在医务室里了。 这是党国的耻辱！两个军统特工竟然死于一个土匪之手，枉我培养你们几年。还有两位学员严重违反军纪，在和敌人的格斗中竟然运用了刀子，这是一种严重的作弊行为。 如果你连这群土匪和地痞流氓都制服不了，你怎么去执行特殊任务？03号、17号出列。听着，我们要的是赤手空拳，不是让你们用刀子制服别人。今天的考试科目，让你们俩搞砸了。从今天起。 关禁闭3天，面壁思过。其他人员按计划训练。是。全体都有，立正，向右转。
很好，谢谢组长夸奖。贫嘴，走。沈处长，你的这个主意未免也太坏了吧！昨天我的两个学员可是白白送死了。啊？死了？他们未免……别说了，你……你什么？难道你就没经过这样残酷的训练过程？好了好了。这事不怪你，只怨他们自己命短。看来你很喜欢他们。不，这样命短的人，要说喜欢，我最欣赏的是一号，其次是十七号，再其次是三号。欧阳雪呢？他，哼，净给我惹事儿。昨天他幸亏不在，他要在啊，他敢拿枪崩了我。是吗？你呀，不要和他计较，都是自己人。哦，对了，他应该回来了吧？他呀，难说。
小雪啊，快到了吧？爸爸，你又要搬到停车呀？这里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的。啊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。他们不都是自己人吗？怕什么？再向前送一下吗？好，开车。就到这里吧。这也差不多，爸爸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小雪，爸爸有话跟你说。小雪啊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再过一个月，这批学员就要毕业了。作为国防部的特工，你们要被分配到各个需要的地方。一旦做了特工，生死就天定了，没有回头路。因为你们会被一种特殊的方式控制着你们。在你们的档案上都记录着这段历史。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们将永远没有自由之身，除非你们隐姓埋名，弃恶从善。为什么要反悔？爸爸，当初不是你支持我当特工的吗？那是两年前，爸爸一时冲动，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因为在国民党内部，只有当了特工，才能晋级得快，尤其是军统特工。而且，经过特殊训练，对你今后的人生会有很大帮助的。还有，你不是让我调查我母亲的死因吗？是啊，爸爸当时也有这个考虑。可是小雪啊，爸爸对目前的战况非常担忧。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了，听说国军非常被动。如果我们国军战败了，那我们的命运非常堪忧啊。爸爸，你手里有一个整编军，怕什么？再多的整编军，一旦投入大规模的战场，也会随着失败而灰飞烟灭。就目前的局势来看，共产党的军队将在中原华北一带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。虽然蒋委员长非常的器重我，但他的指挥才能……爸爸，你还在口无遮拦，你还不吸取教训吗？你身边有很多的眼线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爸爸不畏惧他们。就要打仗了。如果战败了，爸爸就以身殉职，效忠党国。爸爸，我不许你这么说，你不会战败的。
傻孩子，战场是无情的，要记住，如果爸爸真的战败了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懂吗？嗯，爸爸，如果你……好了，不说这些伤感的话了。啊，来，我看看。嗯，你去吧。请问，阁下可是欧阳山郡长？请问你是？哦，欧阳郡长不记得我了。在下沈飞宇，南京中央情报局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南京开会的时候，我们见过面。啊，对。不过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在下可否和军长一叙啊？好啊。啊，那请。好，请。哎，干什么你？眼瞎了？对不起，没看到你。去去去，少烦我。是。是小雪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高兴啊？没有啊，我正要去找杜处长销假。杜处长？嗯，是啊。你还不知道啊？什么知道不知道？走开！嗨，小雪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知道你不耐烦我，但是我还得告诉你，那个杜处长他死了。你要是销假呀，到阴曹地府找他去吧。这么说，是真的了。军长，对眼下的战局如何看待啊？嗯，这个嘛，国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有优势，我想呢，应该能打败共军。哈，打败共军那是当然的了，在即将举行的中原或华东战局中。军长，你取胜的把握
是不是应该更大一些？那要看最高当局的指挥能力了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，现在预测还为时过早。我听说军长手里有一种秘密武器，可以在战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可否透露一下？沈处长的耳朵倒是很灵啊，不过卑职无可奉告。我只是随便问一下，军长不必在意。对于战争，我倒不欣赏那种正面战争，那种惨烈的场面很让人接受不了啊。那你欣赏什么？我最欣赏的是情报战、心理战，从谋而夺而之势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岂不更好？这要看在什么情况下。对于争夺政权的战争来说，正面战场要起决定性作用，而你们所谓的情报战只能是搅浑水而已。沈处长，我们既然是老朋友，我冒昧地问一句，你作为中情局的骄子，怎么来到军统的要地呀？啊，彼此都是一家，谁能区分你我？党国的需要吗？那好，既然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卑职有一事相求。啊，都是朋友，谈何？我猜军长肯定要问我这件事情的。卑职这次来，肩负着调查此事之重任。军长，你一个为党国南征北战建立功勋的人，爱人却不明不白地死在南京，沈某深感同情啊。他死得冤呐。军长放心，这件事肯定会有结果的。你就放心步兵打仗，我想不管是中统还是军统，都会给你一个说法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卑职一定好好谢谢你们。啊，谢什么？我们同为党国做事，理所应当。沈处长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军长请说。这样，我们去军部，我们边喝边聊，怎么样？好，我正想去看看你的部队呢。好，请。请。
光了。哎，训练忙吧。哎呦，说漏嘴了。哎，不见啊。好。沈处长，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？是不是去会相好的了？嗯，严肃点。你们都先出去，我有事情要和单教官商量。可想死我了。哎呀，去去去去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好坐那儿，我有重要事情商量。你有事儿说吧。啊，是这样，新 A 军军部已经部署在离我们只有80公里的镇上休整。为了迎接友军特派员，军部要求我们派两个有姿色的女学员去执行这项任务。什么时间啊？马上出发。什么任务？该不是啊？你看我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你和尹丽都不能去，去安排吧。尹丽想去也去不了啊，他们正在野外训练呢，晚上才能回来。现在就两个在家，被我关了禁闭。关什么禁闭啊？执行任务要紧，赶快去安排。快去，快点。什么东西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哼，做梦去吧。是我，是我呀！想干什么？你先把枪放下，当心别走了火啊！杜处长，这玩笑开得大了吧？玩笑？我没开玩笑啊，不是你欧阳小姐请我来的吧？啊，听着。别动，我不是好玩的，你要付出代价的。代价？什么代价？啊，哼，当心你那只母老虎。你是说单教官呢？就他那个骚娘们，哪能跟你这个大城市来的千金相比呀？啊，你是让人魂不守舍，欲火不息呀！少废话，请你出去。爽，爽啊！哎呀，美女用枪口顶着我，我杜坤求之不得呀！啊，开枪！开枪啊！啊，开枪！别动，再动，你死定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
你耍我是吧？你是不是在耍我？哼，没想到你杜处长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我说嘛，欧阳小姐也不是烈女啊。杜处长，你给我听着，你糟蹋其他女学员我不管，哼，但是对我你不能。哼，你是知道我来这儿干什么的，你也知道我爸爸是干什么的，你更知道。小雪啊，我的大小姐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有眼无珠，我向你赔罪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好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小雪啊，我以为你对我有那个。少自作多情。杜坤，今天的事儿你是知道后果的，要不要我向我爸爸通报一声？别，千万别，今天的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啊，改天我请客给你压压惊啊。不必了，杜处长，送你一句话，今后好自为之。滚。我滚。这个杜坤罪有应得。长官，打开。两人都有，起。长官辛苦。喂，沈处长吗？啊，我就是啊，你找哪一位啊？沈处长，我交代的事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报告军座，我已安排执行，马上就到，请军座放心。来人，到。哎，我叫单教官，怎么动作这么缓慢？你们凑什么热闹？这简直是乱弹琴。我的
的单大教官，现在都什么时间了，你还有心在唱？好事轮不到我，还不许我唱啊！得得得得，好事你占尽了，现在我要立即出发。就你性急，怎么不化化妆啊？这我不管，十分钟后一定出发。你，我说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快点，晚了我可保不住你们受不受皮肉之苦了。放行。休息十分钟。你们都给我滚！